我哋分析聽日嘅情況將會非常非常之危險，有核心暴徒正策劃喺聽日，即係10月1日執行唔同類型嘅襲擊，謀殺警務人員或者假扮警務人員殺人，港鐵站掟汽油彈，在油站縱火，招募有自殺傾向的人去計劃和實行一些造成重大傷亡的事件。